给你的这个潘朵拉，每一颗都代表着我的心意。钥匙是为了打开你的心锁。巴黎铁塔代表我们在巴黎的纪念。最后就是 I love you forever。要去 Irene 没那么容易，我们要整死你！准备好接招了吗？上吧！爱的快问快答，太简单了啦！丈母娘的三回事，伴郎上。请跟莫来一起跳土拍舞。哇，糟糕！没有。10、9、8。有点猥亵。20秒内找出新娘的唇印。8、7、7。这个，我觉得这个，这个或是这个。答错。你又是爱戏人员。我今天从嘴巴好了。好吧，可以在你们身上贴便利贴，然后30秒内把它全部甩掉。你好刺激哦！你不要嘴啊！5、4、3、2、1。这是什么？看不太懂。这样。啊，这样哦。那前面要不要一起？你好，要再打开。OK， 好。然后最后呢，你要大声喊出来你爱老婆的那句话。林三影，我爱你。听不到。林三影，我爱你。没听到。再一次。林三影，我爱你。梁静茹，我也爱你。好 ，OK， 好吧。可能很多人的这个时候啊，都是讲什么很高兴遇到你啊，遇到你是我人生的美好啊，什么什么。然后这当然也是真的啦，非常高兴能够遇到你。然后有时候遇到一个这么适合的人，并不是很容易啊。像我们两个从在一起交往啊，然后到现在就是这一年多的时间，然后一直到后来同居住在一起的时间，其实都没有吵过架。我觉得其实就是莫忘初衷，就是永远记得我见到你第一次的那种美好。遇到任何的问题啊，只要秉持着原本爱你的那个心，然后两个人都可以一起往前走。那三影嫁给我。看你质量高调，高你啊，嘛你都叫过，啊两下我好像叫过。那个爸爸妈妈，那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三影，这你们放心，好不好？三影交给我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们。We could be heroes, ooh, we could be heroes, me and you.Could be heroes, me and you.
Girl, you know I love to